Super Idol。欢迎下一位。张国胜，目前就读大业大学材料系一年级。三位评审老师好，各位大业同学大家好。OK， 带来什么歌？王力宏的《星期六的深夜》，请开始。星期六晚上，哪都不想去，也无法入睡，看着电视机，持续在发呆。喝了七分醉，闭上了眼睛，试着不想你，但已来不及。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。唱歌的台湾国语太严重。王力宏的歌忘了如何让眼泪，你没有咬字，没有下功夫，不 OK 哦。Okay. 好吧，没关系，还有一个机会。唱什么歌？自弹自唱。自弹自唱吗？对。OK。吴宗宪的《沙弥沙粒》。OK， 请开始。刚说将将就离不开电一趟，空空的酒杯，装着满满的相思。你的形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犹原拢是你。想你三暝三日，对头甲袂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采工，风吹草动嘛心沉重。想你三暝三日，对头甲袂甲你想。博胜，我觉得你这样的外形如果来唱台语歌，再把它练准一点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有吸引力。但你唱国语显然没有台语好听。好，好不好？好好的练。 OK， 恭喜过关。谢谢。欢迎下一位。恭喜老师，恭喜你们。 OK， 你话很少哈。没有了，只是太紧张，好，开玩笑的。OK OK， 带来什么歌？不要紧张。啊，张志成的《爱情树》，请开始。我不要你在我身边，却看着蓝天，不看我的脸。我但愿你快乐的飞，将来要相爱都还有时间。风开始在吹，孤独好直接，爱最苦的是不能相依偎。然而我会等着你回来的季节。我的爱情是一棵树，永远不会离开一步。风雪多残酷，我想我挺得住。我的生命是一棵树，只愿成为你的归宿。我想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，就是忘词。然后你忘词以后，你笑了两声，可是你笑起来很迷人。你再笑一次看，忘词以后忘词，然后笑这样。他笑起来还蛮帅的哈。
等一下一定要完全 OK 好不好？来，带了什么歌？圣诗，安静，约书亚的。OK OK， 请唱。我知道这个团是一个敬拜赞美乐团，对不对？好，加油，开始。当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我努力展翅，高空上空，努力忍着往彩虹水中，我要安静，知你是神。我觉得你声音不错，但是我觉得你的稳定度要练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觉得你不要唱一唱，然后就突然跑到画面外面去，也不要忘词。OK， 好好的练歌。OK， 恭喜过关。耶！在看见前一位参赛者为了梦想卖力拼战，最后获得胜利后，即将上场的选手们个个深受鼓舞，纷纷勇敢唱出对歌唱的热爱。的一切都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。过关，耶！恭喜过关！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股连续过关的超强气势，能够延续到下一位出场的选手吗？欢迎下一位。你干嘛跳完以后站在那边抛媚眼干嘛呢？哎，对不起哦，你能不能再跳一次？为什么？因为刚刚那个国伦老师有一张纸掉下去，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边没有看到。王书俊老师，我可不可以提醒你，刚新婚你还要再看一次？对，我们要看他的表演，因为他表演一定跟他接下来的演唱有点关系。你回去看播出。哦，好吧。自我介绍你还没讲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淡江大学大传系二年级的王承轩。OK， 哇，感觉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放得开的女生，然后非常的热情活泼哈。带了什么歌曲？阿妹的三天三夜。OK， 很期待，请开始。苏俊啊，他唱第一句你就按灯。哎，我才想问你嘞，他刚才没有重跳一次你就按灯了。
对，其实我真的是因为他没有重跳一次，我按了灯。但是我还想问你，你为什么可以继续往下听呢？你要给我一个理由。因为我觉得他第一句真的有点走山，但是我觉得他有想办法把轨道拉回来。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对 ，OK， 给你一次机会。带有什么加分题？莎拉布莱曼的《Wishing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》。哇，这是厉害的歌，请开始，加油。Wish you were somehow here again. Wish you were somehow near. Sometimes it seems if I just dream, somehow you won't be here. 给你个建议，如果下次有机会就稳定的把歌声唱出来就好，舞就不要跳了，好不好？我有个建议，他舞还是要跳，可是他不能同时边跳边唱，他应该先开始这样，然后停下来再唱，唱完再这样。恭喜过关，谢谢。接下来这位选手即将彻底让你感受拉丁美洲的热情。